好累啊。OK， 这是中修的时候，就是不要紧张了，就是随便做，贪做就贪做了，就是要做，就是这样，不要怕。那就是一所以就是会有进步啊，就是我就随便啊，就是、这样做啊。那我常常做，一定会有进步啊，给他那个错比较少。那一直做，一直做到可以，那就我们谈随便的时候就变好听了。对，对，有时候我们怕随便啊，就是有时候随便哦。随便。